今天哈、啊、带了整整70多斤的这个鱿鱼尾巴哈、啊，来打窝这一个300多平的这个龙王坑啊。这个坑因为冬天天气的原因，很久没来盘了。今天咱们给它下重饵，然后给它盘掉。我这里给下一块，中间这个位置咱们也给它下一块，去。这里面啊还有很大一片地区啊，咱们就下在这个角落了。好了，这个坑咱们窝料打完了，坐等大丰收，先回家。2天后，450天啊，今天啊带了整整4台的抽水机，咱们来盘前天那个用70斤鱿鱼尾巴打窝的这个龙王坑啊。这个水坑非常的大啊，难度很高，所以说这个水坑还没完全露出来，我们就先把这个抽水机给它装上，最快的速度给它盘干掉，不然的话会来不及。好，咱们现在先装抽水机，马上弄的。Later。4台抽水机已经组装好了，咱们废话不多说，盘的。2 hours later， 水坑抽差不多，兄弟们，我要开始抓了，发现大窝了，游得很快啊，这条。哇，这一条，哇，这条，难道是？哇，咱传说中的蓝鳍金枪吗？哇，爽哦！哇，漂亮啊！第一次抓到这个鱼，赶紧给它放桶里去。哎。这里，金山，这，哇，大鲈鱼，哇，这个更大，哇，巨鲈，哇，这个多少斤的？我的，爆桶了。哇，人家都是这么大个的，哇，蓝瓜子，爽啊，真爽！哎，来，哇，来，这只也超大的，哇，漂亮，小拳拳捶你胸口。这个鱼第一次抓到，不知道这是什么鱼，有点像金枪鱼哦。金枪。哇，这过瘾！来，哇，黑钓，鲈鱼，来，1斤多，今天这个只能算是小鲈鱼了。嗯。哇，后面，这，哇，这么大的大爪，今天这个，哇。真的猛！哇，好大！今天这个真的猛了！哇！收住！这里角角里面还躲了一只金鲳，南瓜子。好了，又给它抽掉一点。哇，金鲳，这一堆鱼。黑鲷。哇，石鲷。漂亮啊、哦！这个角落还好多，今天这相当过瘾啊！哦，先进去，来了，你钓完一堆，嗯，这个已经臭掉了，不能吃了，很上头啊！哎，小鲈鱼啊，小河豚，算了。今天高兴，你这些小鱼我就不抓了。哎呦，多宝鱼，哈哈，漂亮。哎，又是它，好几只，你看，我那边是同一只。哎，在这呢。哦，这个小鲈鱼哦，这小鲈鱼算了，快点走吧。走。哇，你看它这个尖刺，
哦，你这一只手都提得起来，大龙胆那个，哇、哦，超漂亮，进去，爽哦，今天，小黑毛，小彪彪，小彪彪，这彪彪还行，这彪彪可以收了，这黑毛咱们给它放水里去，太小了，太小了，看好像有点不想去。这是啥？还会动嘞！海底的奇特生物。可以了，这个就可以收了。哎呀，再收一个刺刀，这刺刀也是很痛的。这也是草。来了，收。草螺。虎鱼，这个鱼要小心一点哦。哎，它会咬人了！哇！这，赶紧拿土，快拿土，赶紧拿土下来！来了！哦，这个坑里面有。哎呦！快！会被扎呀，直接进去！哎呦，吓死人了！这个也是吗？哎呦，也是哦，两只哦！小心点，这个太可怕了！哎，真丑啊他！哇，你看！好丑的鱼啊！进去，咱们小伙伴啊，平时在野外啊碰到这个鱼，千万不要用手抓哈。就是我胆子比较肥一点，千万不能用手抓哈。有夹子什么用工具，用夹子夹。这种鱼被它叮一口会让你痛一辈子。还有两只黑毛啊，小黑毛。这个给它放水里去。哎呀！哎呀！还有发现吗？蓝黄。今天是看到没？啊，看到。毒坑啊！小心点！哎呀！这是快死了，我们给它放水里去吧。太小了，给它扔水里去。啊，这，有一条金叉的。哎，别挣扎了，快到碗里来。好了，咱们从那个外面一直寻到这里面来，没什么了。来，咱们今天就看一下今天的收获啊。哇，搞了好几只巨物啊，爽！这个收获非常的爆炸哈。首先，首当其冲的是这条巨鲈，哦，这么大，哈哈，还在挣扎中啊。然后的话，小心点，有虎鱼啊，有虎鱼在里面，我们要小心的。呜，还没死嘞。啊，好了吧？哦。金枪鱼，嘿嘿。然后的话，今天还有抓到这个奇特的这个虎，哎呦，它会咬我，虎鱼，不要动它。然后一只大石斑，啊，还有这个金鲳，还有海蛄，然后鲈鱼的话也很多，还有一只超大的八爪鱼，还有南瓜子。总体来说，今天光是这条鲈鱼就能上千了啊，这个金鲳我也不知道怎么卖，也不知道多少钱，晚上又可以去美美的嗨一顿啤酒了。那这一期的视频咱们就分享到这里哈，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，分享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